人们，这样的银元没见过吧？少说也值十多万，最高可值400万。第一枚，宣统三年，短须龙大清银币，大清银币中最为珍贵的币种，下垂的龙须是其最明显的特征，价值14.6万。第二枚，云南庚戊春季宣统元宝，该币存世不到十枚，拍卖成交价319.2万。第三枚，台湾寿星银鼎，该币存世极少，拍卖成交价26.45万。第四枚，湖北一两大清银币，光绪30年，湖北银元局所铸，清代龙阳典范，分为大小字200，拍卖成交价471.5万。第五枚，广东寿字一两，光绪元宝，价值300万。第六枚，北洋光绪元宝，富平一两，工艺最为精湛的币种，拍卖成交价189.75万。